地摊妹变霹雳娇娃，巡逻意外破赌场。看这可爱妹的照片，谁也想不到她可是位刑警哦。昨天还在执行竞选勤务时，经过板桥第二运动场，发现有民众聚赌，因为外表看来人畜无害，他靠近那群民众搜证，最后跟同仁一起上前盘查，把这群聚赌的人逮捕送办。不说你不知道，他曾经摆过地摊，也做过店员小妹。考上102年特考班，然后104年六月左右到分发到我们板桥分局的板桥派出所，然后他从一开始。就是完全不知道刑案怎么侦办哦，然后自己努力学习啊，独立完成破获了一个这个贩毒集团，大家同事都对他非常友善，也对他赞誉有加。突发中心新北报道。